大家好，因为有人在问什么叫做胚胎黏着剂，胚胎黏着剂它就是我们在胚胎植入前的一个不含高浓度玻尿酸的一个培养液，它的分子它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把胚胎跟子宫之间搭个桥梁，让胚胎容易附着在子宫上面，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像福利恩强力胶一样它绝对不是说贴上去就黏住了，它只是帮助胚胎附着在子宫上面，简单的讲是这样子。它有什么好处呢？那根据统计，它是可以帮助怀孕率，增加活产率，减少流产率，大概就是帮助怀孕率有帮助 20% 的机会，增加活产率有增加 10% 的机会，减少流产率有减少 10% 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在胚胎植入的时候，我们都会例行使用这种胚胎黏着剂的培养液。好，今天大概就是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胚胎黏着剂，谢谢，拜拜。